有四个，我赶快。现在比分是0-0，比分还是0-0。冷兵在底线侧翼，传给胡颖，传给胡颖，腾飞把裤子脱了下来。冷兵侧翼，传给 Jason，Jason 在外线没有摆脱 Elvin 的防守，冷兵又运了两下，又传给 Jason，Jason 投了一个三分，这次进攻只有两个人触到了球，冷兵补了而不进。泰国队差点分球失误，防了防了，二本二本一个 fake 将鸡宝宝晃了起来，哎，不是鸡宝宝，是冷指被一个 fake 晃了起来，刘宇阳造成篮下罚球，罚球。刘洋第一次发球横空而出打到了后铁，很可惜。我们可以看到拍摄哥在下面鼓掌，装逼装逼的也不上场。刘洋第二个发球横空而进，横空而进，真是不干脆，真是不干脆。迈克在球过半场，Jason 在外线侧影， Jason 运了两下球，寻找合适的机会，传给了弧顶的 Michael， Michael 做了一个 fake， 然后开始切入中线，干拔跳投没有进，纵锁住一个篮板，纵一个人推进，一个人带球推进前场，在三分线处传给刘洋，刘洋拿球组织控制节奏传回给纵，二位拿球做了一个 fake 切入分球，刘洋打得十分耐心。球打到了篮板后面，这可能是一个失误。哦，这不是一个失误。Rondo 两分出手，哇，被 Michael 冒回了姥姥家。Rondo 被冒的，他妈都不认识他了。Assist。
帮你保。哎，干了，干杯！是篮板，凶狠的篮板。易阳是跳投，凶狠的跳投。
That should be a dunk. That should be a dunk. She can say he's hot. She can say he's hot. She can say he's hot. Let's see if he's really hot. Yes, I'm amazing.让底王子又打一个，进了好球。